不要怀疑，你现在看到节目就是全能美食秀，哦，秀。全新企划《美食大排档》，天王郭富城麻辣上菜喽！介绍一下，它的最好吃是豆腐嘛，是吧？我没有吃过咖喱锅，我因为你才吃的。等一下，扯啊！我不吃辣的，我不吃辣的，我帮你试一下就好。不行不行，这样这样。你看过女艺人为了美食不惜牺牲摄像耍可爱吗？一二三，可爱。可爱，可爱，可爱，可爱。哦哦，你这看着好好吃啊！看着好好吃的，像一条一条一条在里面，然后就听到脆脆脆脆的感觉，好香哦。哦，嗯，这个排骨有多长？长，很长，很长，很长。十几公分哦、oh, wow. ，马上骨折！哇，它光这个部分就是我一张脸呢。皮怎么样？嗯，里面啊，软绵绵的，就是你压进去的时候很有美容的感觉。塞头，拿头放到面刀里面，然后再把面刀面包里面，然后再弹出来。我们今天就让你看到奇人异事。嗨，欢迎光临，曾天王啊！哎，是啊，您觉得一个美食节目呢，应该提供观众哪些功能呢？哪里有美食？嗯，怎么选好的食材？是，如何制作非常非常美味的料理，而且靠它赚钱？以上的功能非常的完整，而且这些功能呢，分别存在于我们节目的每一个单元里面。我们节目都有，但是美食节目除了要跟得上流行的趋势之外呢，还必须提供排解家庭纠纷的功能。我呸！哎，美食节目还要排解家庭纠纷是什么意思啊？这就厉害，告诉你，其实我们也做得到。哦，为什么？举个例子好了。哦，江浙名菜醉鸡这道菜，哎，它就是在排解家庭纠纷之下产生的东西。醉鸡跟家庭纠纷有关系，怎么说？曾经呢，在历史上有三位妯娌，为了争夺掌管家计的工作呢，进行一场有关于鸡料理的这个厨艺大赛。鸡料理，对。结果呢，其中一位媳妇呢，就以醉鸡的料理的赢出，获得这个掌握这个家计的这个责任，靠厨艺可以获得权利。你真的知道的东西蛮广泛的。那今天你刚好你的三位老婆大人也来，那是不是现学现卖？我们来运用那个美食来排遣一下你们这家庭纠纷。三个老婆都来喽，不是三个家里面，还是三个一个外面？不是，都是我的老婆，是我剧里面的家人。哦，剧里面的家人，我们把这几个家人清秀的不得了啊，老中青三代都到齐了。跟大家好好欢迎一下，我们欢迎老的这位黄嘉天小姐。这什么？老中青三代是哪谁啊？我只是当你大嫂而已，为什么变老了？我以为你可以顺着讲，我们先弄他。先老中青先来啊！然后自己变美食的概念。你看人家一直发胖再发胖，然后最后还是发胖。那中的就一定要好好介绍了，这位张本妮小姐。请讲一句对美食的定义。我愿意用我的手指甲来换任何的美食。对最年轻的这个老婆，老中青的亲戚，这是隔壁的邻居的老婆。哦，这个发型跟年纪相当不搭配的这一对。对对对对。夏一老师，好。刚刚你们说怎么颠倒了？好像老应该从我这开始才对吧？我没有讲，我们没有讲，你有讲吗？我这边解释一下，夏一老师心智相当年轻，是这样子。夏一老师是第二次来上美食秀节目，之前上过一次了。上过一次。上过节目的隔天呢，我就去拍老婆大人的戏。老婆大人。对，我去拍戏，他就说，昨天我们上个节目好好玩哦。那个就是都那个全能美食秀那个节目啊，嗯哼，我说对啊，那节目昨天哪一段很好笑，老师问我说，你昨天也在啊？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怎么不讲刚刚发生的事情？刚刚才发生有一个惨剧。夏老师来送通告了，进来之后呢，准备化妆了，准备化妆了。他说，你也来了。我说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他是主持人呐、啊，对不起，不是，没有，这我要解释，你别生气啊。没有，我没有，当然主持人看得出来，你看不出来。然后有什么情况？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看他比较那个凶一点，你就比较温柔，温柔也不对，反正就是。
正就小孩一点。我懂，我懂，我懂了，就是你又懂了，你刚才就没解释清楚。我懂，我懂，我懂，我懂。解释我不要了，我懂了，我只是感觉真的不太好。就我知道了，就是夏一他的意思是说，就曾国成大哥看起来比较有种，然后那个王耀庆看起来比较没种，这跟种没种没关，他有没有种不关我的事儿。不是我不是那个骂人的意思。我怎么没有？不会。欢迎安迪克斯，安迪克斯啊，安迪克斯，欢迎。今天是聊壮丁啊，美食的概念是什么？最近对于美食的概念有点改变。我觉得报告，我美食概念还没说，还没说吗？你看一下 VCR 好不好？我一定要说，我想好词儿了，你看我说太可惜了。你再好好说一遍，好不好？来，欢迎艾利克斯，夏一老师，美食它什么？美食的定义是什么？哦，说了是吧？我觉得美以食为主，吃得好就吃出美来。来，欢迎艾利克斯。因为我先不让我吃东西，对吗？他要我瘦，所以我觉得对美食现在来看，就是看得越好吃越不能碰。因为我很喜欢吃那种什么德国猪脚、洋葱圈。辛苦你了，辛苦。好，最后这一位呢？哎，他是我的好朋友。而且呢，他呢可以说是为民喉舌、为民服务，是最美丽的一员，好不好？林佩乐小姐，主持人好。你好，美食的定义是什么？我想美食的定义就是说，让大家吃了都不腻，即使你还会发胖的话，你还是照吃不误。跟美食一样是没有抵抗力的意思。不过我的身份来讲，民意代表哈，可以调解家庭纠纷，跟美食有相当大的关系。比方说，到一个家庭啊，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哎，吃到鸡肉，哎，有人在玩鸡，我哎，夹鸡夹鸡夹鸡，就莫玩鸡啊嘞。哎呦，你看看呢！哎，那如果看到有吃，恭喜顾呢哈。对，那如果看到有吃笋子的，对不对？哎，假顺，大概个爱吞论。哎呀，所以议员在做议员这行之前是做媒婆的吧？没有，我还没结婚。这个介绍他给你家人认识，这个不行，这太厉害，太厉害。我们欢迎五位美食嘉宾来，欢迎。好了，一起的今天呢，既然老婆大人都在啊，今天也只有我们一个男的艾利克斯挺着，好不好？希望你要挺得住啊！第一个单元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挺得住挺不住了，好不好？马上进入的第一个单元，咻！第一样观众品呢，由台中向阳坊专业烘焙所提供的面包粽礼盒，外观跟传统粽子一模一样，但是呢，以松软的面团取代不容易消化的糯米，用烤的方式取代传统的蒸煮。内馅呢，有猪肉萝卜丝、卤肉栗子、山药莲子、红豆麻薯以及绿豆蒟蒻等等五种不同的口味。不同的内馅当然有着不同的口感，吃起来爽口不油腻，而且热量只有传统粽子的1/3。兼具了传统美味以及现代健康的面包粽，适合每一天来享受。请问这么一盒五个包含五种口味的面包粽礼盒价值多少钱？请各位咕咕看。多少？到了我们的张本鱼小姐，请出价。200。450。200，低一点。还要低一点，想不到吧？五个，一个礼盒里面五个不同口味的黄家千，请出价。180，不要开玩笑，拿起来吃。这个。我告你啊！别！来，黄家先，香哦，咱们品尝一下，怎么这样香哦？先闻一下，是不是粽子？是哎，他刚溜过去的时候，我都已经闻到那个粽子香，而且是草香的感觉。对，哪个粽子是石头香啊？请对镜头看一下，好不好？还有弹性。哎呦，萝卜丝呢？你好讨厌，你不要再看着我讲了。你快点吃好不好？好，那我们先看你第一口吃的感觉。我就看着好好吃啊，看着好好吃这样，我就看着好好吃啊。张美玉，香，什么味道？它就是它咬的时候就是面包的味道，然后呢，它你可以吃到那萝卜丝啊，在你的口中里面这样一条一条一条在里面，然后是听到脆脆的感觉，好香哦。那里面呢？脆。大嫂。
今天然后又复合了。哎，这个味道好香，重点是很香很浓，面包很浓，是萝卜丝的萝卜味很浓，萝卜丝的味道，然后它的那个，它不是应该是有烤到一半，这是咸的对不对？不能完全咸的，对，不能完全找一个甜的吃好不好？那我跟你说，里面有那个，哎，这怎么讲啊？这是什么啊？对啊，真的有哦，还有香菇啊，你看，这个对啊。完全比照粽子的做法，对，完全比照。可是你完，就是它虽然是面包，可是你吃得出那个肉粽的感觉，有肉粽的感觉，有。这太再吃一个吧，来个绿豆橘，啊，卤肉绿豆的。各位观众，绿豆橘肉，啊，现在这个时候啊，哎呦，看到了，哎呦，哎呀，不常规的可以这么吃吗？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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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费食物，哎呦，哎呦，哎呦，不要浪费了，可不要浪费了。我的妈呀！好试试看，吃没有被我的鞋丢过吧？哦，小心牙别掉了。哦，内馅的感觉是什么？好好吃哦！可是有嚼到嘴肉吗？它那个绿豆啊，它就是一颗一颗一颗，就是分非常均匀的分布在那个内馅里面。没错，然后你就可以吃到那个橘肉那个 QQ 的感觉 ，QQ 的感觉。然后它是甜的，而且不会太腻。然后呢，它甜不会太过于甜，刚刚好适中。我一个女性拔得头筹了，我们希望艾力哥是加油。我更没有机会啊！你想他们从这边开始走吗？我怕再不吃它，是原招的。轮流排，好，进行下一样观赏品。哦，秀。接下来这样商品呢，是由台北市立夜市朱一兰先生所提供的两种形状、造型都相当特殊的香肠组合，两种香肠各五条，一种是用章鱼肉、猪肉及墨鱼汁一起混合做成黑色的墨鱼香肠，另一种是用猪肉、鸡肉跟一整只的排骨组合而成的烤骨香肠，墨鱼的鲜甜美味经过烧烤之后呈现不同的口感。排骨香肠除了能够品尝到香肠的美味之外呢，还能吃到一整只的排骨。请问这样的一份两种口味共十条的香肠组合，价值多少钱？请各位咕咕看。你也是，来自于市里的香肠，先生，先让我听一下，这个有零头，有零头，请出价。225。225，高一点。张本鱼小姐。常混士林的张元小姐，请出价。355。再高一点点。我说过它是有零头的，大嫂，请出价。395。哎呦，再低一点点。395，我告诉你。你说什么？388。388，低一点点。Alex， shoot。375。那才是恭喜你。你吃你吃，我们看你吃。好煎熬。我跟你讲，还好啦，去士林夜市吃就好了。士林夜市更大条。我们拍戏的地方是什么？那个好人面啊！哎，等我，那么近，气死我！快点吃啊，我好想吃啊！真好香。墨鱼的应该比较脆。快点！哎，先说一下那个排骨，你刚吃的那个感觉香，香，它有点甜，甜，对，又香又有蜜汁的感觉，肉质的感觉呢？那个肉的快乐体。哎，你可以把那个排骨抽出来吗？肉前面没有嘛，对不对？哦，嗯，那个排骨有多长？很长很长很长，十几公分。哦。排骨里面应该还有汁，应该还有，对，哎，这个蛮特别的，还有章鱼肉哦，它是什么感觉？还有章鱼肉的，是章鱼，它是不是连里面？我们想看里面的馅吗？有，里面是白白的，白白的，白白的它里面比它比这个还要软，还要软，比排骨的还要软，排骨的还要软。所以章鱼不是应该有韧性，有那个有嚼度的吗？它里面也是黑的，是有加鱼浆，墨鱼的 spaghetti 一样，也不会，也不会味道的，墨鱼汁不行，应该是无味，无色无味，没有，没有，只是黑色而已。哦。恭喜吃相很恶心的艾力克斯，哇！谢谢。又是哪个传统小吃这么赚钱？传统手工的老师傅竟然蒙起了眼睛，和曾国城比赛现做手工的鱼丸，到底鹿死谁手呢？我们现在看谁先做十个了，好不好？做十个就好了，看谁先做完十个，好不好？预备，开始。
到底曾天王的手路功夫如何呢？能够完美的呈现好手艺吗？这对骨肉，骨肉，嗯，骨头肉，对，大骨肉那个大骨旁边的肉，哦，哦，这么弹，嗯，就这么结实的，外面很有弹性，里面肉很有嚼劲。这道呢是由我们的台北新疆野宴餐厅所提供的新疆酸辣子锅，与新鲜的蔬菜搭配店家自制的手工猪肉丸以及鸡肉鱿鱼丸各三颗，放入熬煮六个小时的高汤当中一起炒辣，辣汁的辣恰到好处，提升了蔬菜的甘甜，而丸子煮得越久口感越有劲道，再搭配的羊肋条、羊肠、牛蹄筋、牛肚肉、鸡心等五种新疆风味烤肉串各两串，以及能够呢去油解腻的新疆茯茶，让人仿佛置身在外。请问，这么样一份新疆辣子锅，五种口味的，一共十串的肉串，请问一共价值多少钱？请各位姑姑看，艾利克斯，多少钱出价？八千。哎，你不连机票一起算一下？现在不在新疆吗？台北。八百高点，八百当然不够，一千，来不及不急，林培乐小姐，请出价，还没1150块，厉害哦，差一点哦，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厉害哦，1230，哎，就这个价钱，恭喜大家了，1230。我喜欢吃新疆烤肉了。我也不吃羊的。真的，没关系。他们先呛家，委屈委屈什么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蹄筋，蹄筋，哇，那两个干贝的感觉啊。嗯，我想吃完这份回去可以劈腿。筋都软。吃完就可以劈腿。筋都软了，好像培根里面包了一个那个干贝的感觉，对不对？哎呀，它的蹄筋已经非常的软，你完全吃不到它那个硬硬的部分，完全没有。真的吗？我吃一口。而且它有点像，它一定是用火再下去烤，用片的，很浓，对，一定是用火再下去烤的，因为它就是软软的，但是很有味道。哦，什么味道？孜然的香味。孜然呐，孜然实在太香，就上面这个绿绿这香。孜然又叫做阿拉伯茴香。好。好有弹性哦！哇。你现在对呀，它真的这么有弹性？哦，啊！是牙齿不要掉下来。这什么？这什么东西？牛肚啊，牛肚。辣子锅。鱿鱼丸。哇！你们一定不敢相信，我刚刚本来想要把这丸子夹起来，结果才筷子是划过去的。它就已经变成这样两半，还有鸡肉、鱿鱼丸各三颗，它这个软度应该是手工的猪肉丸、鸡肉丸，还有是神哦，你夹下去之后看到脚，有没有这么软？玩具又可以劈腿，真的可以劈腿，真的劈腿嘞！经过我们张小姐使出大力金刚掌之后，我说很烫哦，这么烫的，很耐演哦，嗯，辣不辣？辣不辣？它是放在嘴巴里面就。没有了，我只用上下颚去把它一夹，轻轻的一夹，还不是用力的夹。你舌头有这样子吗？我不相信，舌头有没有这样子？舌头不相信，舌头没有哦，没用到舌头，没有哦，上下颚没有哦，我不相信。只要把嘴巴闭起来，它就扁掉喽。被食而扑朔迷离的解说之后呢，我们终于知道新疆风味是怎么样一个风味了。我们现在马上进行下一个观赏品，好 ，show， 由台北 Johann 面包所提供的醋霸法国 cheese 面包。由独家研发专用的高级面粉所做成的法国面团，里面包裹着纽西兰进口的奶油 cheese， 115公分长，哦耶，14公分厚，重约7公斤，要命 ！biu biu， 每天限量只有2条。新鲜出炉的巨无霸 cheese 面包，松软可口，每一口都散发着浓浓的 cheese 香。若想要一尝法国 cheese 面包绝佳口感，你要准时排队哦。请问这样的一条，2条，每天现做。限量的巨无霸法国 cheese 面包价值多少钱？请各位咕咕看。夏一老师用感情猜，请出价。350。350？别，再低一点点，还有点，320吧，不会。
一点点，机会来了。阿力克斯，你350再低。机会来了，你350低，7公斤重价，这条110公分长，14公分直径，重7公斤，多少钱？300。300，高一点。哎呀！300。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里面有阿议员，请出价。300，320。320，差一点点，再高一点。张妈本鱼，安内安内安内，请出价。340。No no no！ 我最接近，我最接近。不要压着，不要压着。330，330。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好，知道了。黄家千小姐，330。我要吃蛹了，不要理我。你就扒过来吃吧，330。一天限量2条，那它是切开来卖还是整条卖呢？它都是切下来一片片卖，一片片卖哦。但是你想想，这一条才卖330块，纽西兰里面有纽西兰进口的牛奶，请直接为我们扒开来吃。哎，怎么吃啊？我连扒都有问题，从头吃好，帮你们。不是这样，我们这样子来，我们拔合一下。不是，最后试着扒开来吃。这个部分就是我一张脸哎，皮怎么样？嗯，里面啊软绵绵的，就是你压进去的时候很有美容的感觉，就是美容的感觉。你以为是在敷面膜啊？就很像。然后呢，你咬下去，而且我刚刚咬那个皮，它非常有弹性。然后你就真的有弹性吗？你可以试着把整个头塞进去看看来。各位观众，一定。塞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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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头放到面刀里面，什么叫面刀？面包里面，然后再弹出来。我们今天就让你看到奇人异事，让我放弄奇人。来了，那弹性到底好不好呢？定音鼓。弹性好不好？弹性好好哦！恭喜黄家千进行下一关上评哦，秀。接下来这个呢是有着台北银座花之莲所提供的日本早安少女组饼干组合，包含内盒有10种不同早安少女造型的酥脆可口的法式饼干，法式饼干一盒装的12种不同图形的奶油口味人形烧，松软香甜。一盒有15种不同表情的巧克力造型饼干，每一种饼干的礼盒都相当可爱，相当可口，特殊的包装盒更具有收藏的价值。请问，这3盒不同的早安少女组造型进口饼干，价值多少钱？请各位估估看，来，请出价。1200。1200，高一点，高一点。来，请出价。1300。1300，低一点。好厉害。Alex， 来来，请出价。不要踩点，不要踩点，太 man 了，不要踩点。1250。1250，真是再吃一遍，答对了。奶油，12种不同造型的奶油口味人形烧，红豆，正好就是我最喜欢吃的红豆。还有特别的包装，你看每一个不同表情的巧克力，对哦，不同表情，你看这个。巧克力，完全不懂表情哦，吃不走，打不开，看一眼嘛。你要表演一个好吃的巧克力还是饼干呢？巧克力饼干。哦，巧克力饼干。试试看，来。装什么可爱呀？好了，这样子啦。我突然觉得我好像看到老来子。等一下，我们来比那个啦，看谁可爱，然后就可以吃，好不好？因为我里面是开干吗？干吗？会不会？这个不干。它是什么？巧克力吗？这是巧克力，它跟这个有什么差别？这个是巧克力脆片。对对，这个比较重，它的感觉比较重，这就是比较淡一点点，这很好。刚刚那个会外赛我们就来做，谁的表情可爱，你觉得 OK， 你请他吃，对不对？可爱。
艾利克觉得他可爱吗？艾利克觉得 OK 就给他。我换一个表情，我换表情，我换表情。对呀。Round two， 一二三，可爱。Alex 怎么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其他吃一个，其他吃一个。来，夏一老师请转身，可爱。我觉得很不错 ，OK， 很自然啊，其他很不错，其他吃一个，其他吃一个，好，来，林培乐小姐，可爱，这个表情在台湾刚光复的时候还看得到，来，张美仪请转过去，来，可爱，还装的不会呢，挺好的嘛。你是觉得你得分？给你一个干的，干可爱，因为你是干可爱，你的可爱，你的可爱没有发自内心，好不好？你的可爱有点干。来，给五位嘉宾鼓励鼓励。好，恭喜所有吃到来宾跟还没有吃到来宾，还没吃到的不要急，还有下一个单元，好不好？来休息一下，来马上进行下一个单元。哦，你是跟上流行脚步的饕客吗？还是你是创意无限的商家呢？无论你在台湾的哪个角落，相信透过我们节目的传播，一定能够让大家一饱口福。赶快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拖假道学播，就等你的第一手消息喽。嗨，人家说要掌握一个男人的心，要掌握他的胃，是。而且我发现会做菜的女人呢，感觉到特别平添了几分性感在里面。所以人家说家和万事兴。没错，今天的美食我最赚，就是这句话最有效的证明。听说今天呢又是一个发人深省而且非常感人的故事要发生。还有这个故事里面有感人的情节、美味的食物跟赚钱的行业，一起让我们的全的美食我最赚哦。上。从古典华丽的新竹车站走出来，举目望去，琳琅满目的招牌让初来乍到的游客明确的知道来新竹一定要尝一尝贡丸和米粉。但其实新竹的经典美食不只有这些而已哦。早在60年前，从车站到城隍庙这一段的范围之内，听到了这个叫卖声，哎，就知道了那个挑着担子卖鱼丸汤的小伙子又来了。切，明知道新竹是贡丸的天下，他却专卖鱼丸，而且从挑担子到沿街推车叫卖，硬是卖了26年哦。他就是今日十家鱼丸的创始人石朝俊先生了。谁能够想象到当年的小摊子60年之后还在卖，而且已经变成了客人川流不息的店面了。一颗颗不起眼的鱼丸竟然换来了令人羡慕的事业了呢。与新竹贡丸齐名的十家鱼丸，新竹国小正对面的小巷子里面就是十家鱼丸的所在位置了。正因为石朝俊先生做出了连鱼都想吃的美味鱼丸，让小巷子里面挤入了几家的鱼丸店，让新学街有了鱼丸街的称号。鱼丸全台都有，而为什么十家鱼丸能够美味称霸60年，老先生说都要感谢生命中的这位贵人。靠在那真是花月都无包的，啊有包是要做头吧，哦啊，带到阮太太吼，2、6岁来，啊就那伊就啊讲原料就做较好的吼，啊我就啊改进，啊改进就啊落去做包许赤肉、香菇、米糍，总共生意会好，就是感谢阮太太吼，生意才会好，哎。上等食材，手工制作，不同凡响，美味鱼丸。每天选用来自澳洲和阿根廷的上等深海鲨鱼肉作为鱼丸的基本鱼浆。啊，做这个鱼吧吼，乌沙啦，做乌沙啦。啊，头咯、尾咯、啊，干度拢无用啦。啊，做起来鱼酱吼，再好吃，再鲜呢。九套北他说，现打现做的鱼丸，肉质才会细滑，而且不会觉得糙搓。更重要的秘诀是加入了8大块的冰块，不用加硼砂，就可以做出又 Q 又韧、口感十足、弹牙的鱼丸哦。上等的黑猪后腿肉，绞出精瘦的绞肉，再加上了葱花、香菇丁、碧琪，老板领军之下的鱼丸战斗部队，纯熟的技巧，一握、一粒、一捏、一丸，完全不需要其他的器具，一颗颗肉馅饱满的十家鱼丸就完成喽。好鱼丸，
好汤头，好味道。用猪大骨九熬两回合熬出纯清的汤头，清煮鱼丸之后，这一碗铺满了姜丝、香菜、芹菜、猪的鱼丸汤，汤头清甜。大口咬下之后，鲜烫的鱼丸肉汁四溢，浓厚的鱼味唇齿留香。喝完最后一口，舔一舔牙缝，都还是一嘴的甜。就是这种满分的甜味，让十家的鱼丸多次获得最佳魅力的商品奖，创下了每天数百斤的鱼丸销售量，同时也让十家鱼丸传承到了第二代，还能维持生意兴隆哦。来吃吃萝卜饭、客鱼丸汤，还是骨肉汤，拢是一级棒，赞！哦，这鱼丸好吃，从细汉吃到大汉，吃到今年五十外，常常亲戚朋友来托来吃，都兼买去送朋友，确实超价鱼丸好吃，赞啊！我们十家鱼丸守成不易，坚守品质，利用手工制作。现在十家鱼丸由我第二代石素温经营，还是那么的受欢迎，希望大家来新竹品尝我们十家鱼丸。你羡慕别人日进斗金，但是别人努力你看到了吗？我看见商机，全能美食我最赚，看见十家鱼丸的成功原因。第一赚，古早小吃改良出完美的新味道，六十多年制作鱼丸的经验，不断的改良，将纯鱼丸加入了瘦肉的内馅，呈现出独霸一方的美味鱼丸。第二赚，吃不到鱼丸的鱼腥味，选用来自澳洲、阿根廷的上等深海鲨鱼肉，而且坚持只用鱼身的部分，所以鱼丸吃起来完全没有鱼腥味哦。第三赚，活力多销，粒粒都是超重量的鱼丸哦。鱼丸的尺寸做得跟贡丸一样大，而且一碗的鱼丸汤居然放了三大颗，才卖35块钱，真是小锅短袜。第四赚，手工制作，现做现卖，几位的员工现做现卖，每一颗的鱼丸品质都保持在一定的水准之上哦。第五赚，临近学校和车站，因为店的位置在学校的附近，下课的时候尝尝小点心，直指饥饿的好去处。另外，就车站之便，也是返乡或者是拜访亲戚的新主人送礼的最佳破气哦。全能美食我最赚，传承60年的好味道，十家鱼丸马上登场。我看到这东西都很崩溃，60年老店哦。刚刚你们最后的画面里面哪一段段落，你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吃鱼丸要喝那个汤，那个汤也有味道。他刚刚把那个排骨放进的时候，炖那个汤的时候，我觉得在汤头做，那一看到就想吃。但我刚才看他那个制作过程，我觉得因为我像我们，我喜欢做北方的料理，所以一些和面啊什么，我知道这和面的那个技术非常要紧。所以尤其就鱼浆要是活得比较有韧劲又不容易破的话，不容易。而且他坚持使用来自于澳洲跟阿根廷的鲨鱼，是我觉得他的材料取得可能是非常讲究。我觉得它之所以会好吃，应该都是用手工吧。手工的，你看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画面就是，他们不是用机器，是每个人前面就一个水盆，然后用手工去弄那个鱼。为什么要坚持手工？因为手工做绝对比机器做来的还要有弹性，还要有口感，这是绝对的。而且是因为人性。我们等一下，我来问一下。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来问一下，你讲对了一半。对，问一下，问他一下，为什么要用手工？我们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美食料理人石朝俊、石老伯以及他的女儿石素芬出场。欢迎。石。石头背啊，石头背，石头背。但是石头伯，这位是石头姐啦。石头背这样敲敲敲，这样敲敲戳敲多久了呢？敲差不多，要到30年。敲到30年。这我是外大地，从中央公看到敲到村安尼。本来好可怕，比大那个大啊！这呢，这都得敲啊，得放鱼啊，得敲得放鱼啊，得敲得落鱼啊。像那种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的感觉。当初那鱼丸呢，那个无人在做，你是安怎在发明的？初衷是无啥人做啦，啊，我是讲哪研究啊哪做，啊，内面的肉吼哪解哪解。啊，什么内底什么肉？猪肉。
这猪肉香菇赤肉，赤肉里脊，赤肉应该还有里脊，还有里脊包，里脊里脊，等下再落去包，再落去包。哦，请问你今麦过来包？我今麦买羊包啊。来当，给你学一下，要安怎饲这鱼丸啊？会啊会啊会啊。你讲做就来啊，我教你学。好嘞哦。教你学做啊。再传给你。这么赚钱的手工鱼丸到底是怎样的手入功夫呢？石头伯竟然还要蒙起了眼睛挑战曾国城现做手工鱼丸，天王的好手艺能够完美呈现吗？我们现在看谁先做十个了，好不好？做十个就好了，看谁先做完十个，好不好？预备，开始！石头伯加油！加油！这对骨肉。骨肉是什么？骨头肉。对，大骨肉那个。大骨旁边的肉。哦哦，这么弹，就这么结实的，外面很有弹性，里面又很有嚼劲。谢谢，老师好，坐下。今天呢，由这位石家鱼丸第二代的掌门石小姐为我们示范一下鱼丸到底怎么做。来，林头姐，请你。石头姐，请林头姐。来，阿手来。手来，那先洗一下手，先洗一下手啊。好，坐下先开始。做鱼丸之前，第一步骤先洗手，确保每一位鱼丸都是干净卫生的。擦擦手。每一位鱼丸都是干净卫生的。我现在把手洗干净了，林头，石头姐。好，现在。好，那我们开始。怎么样，请第一位鱼丸出场呢？你先这样子来，手先下去捏一下。好，捏一下圆圆的。你的手，你再做，你再掐一下，弄起来一个圆形的。好，然后在手里面呢，怎么做？现在还怎么做？这个拿这个线起来哈。对，要做慢，要做慢就好了。慢的，这样子。然后，从底下用大拇指把它撑开。对，用这两只食指跟拇指把它撑开哈。哦，进去之后。好，进去哦。握起来，握起来。握紧，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子，好，一颗。这个是正常的速度吗？这比较慢一点。你可以做一个平常正常速度，你正常速度做得快了，做得快，吓死算了，做快点。那太快，等一下。这样子的。好，对，不是你来，不赖。好啊，这一只手来拿线，这样子，拿线是。这样子，这样子，捏进去。把它稍微打开一点点之后放进去，放进去。不是这样子捏，不是这样子，要用手四肢来这样子弄起来，把它请出来。破掉了。笑我。我第一次，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所以你们通常那个蟹肉在外面的鱼丸卖吗？不卖，自己吃。自己吃票。对。你可能要吃200多个鱼丸了。我说天王啊，传统好口味的独家功夫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学得会的哦，但是经过了短时间的努力和练习，相信天王已经抓到了诀窍，直接挑战石头伯绝对也能够让你的功力大增。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曾天王到底成果如何。他左手让你不稀奇，右手让你不稀奇，他把眼睛蒙起来让你太过分了，赶快把他蒙起来，快点。这个表弟这一话吧，石头伯有练过，各位小朋友不要模仿，加油！来哦，石头眼睛蒙起来，那完全凭手感。来哦，哎，贝贝，大家，你看电影，贝贝，我们现在看谁先做十个了，好不好？做十个就好了，看谁先做完十个，好不好？好，预备，开始！石头伯加油！加油！好，郑国成一个，石头伯一个。各位，加油！郑国成做了第二个，石头伯两个，他那个可以算第二个吗？郑国成，你干嘛你呢？哎，石头伯三个，我干嘛呢？郑国成，你只是把肉跟那个酱混在一起而已。四个，四个了，4-3。郑国成，你这样，你的鱼丸在拉肚子，石头伯5个。他做那个好像水晶饺哦。那个是6个，林议员。我跟你拼了，7-3，7-3，Oh my god！ 你这8-3，8-3.5，你那都露出来了。没有，那个是好多的，那个好多的。
8-4，8-4，9-4，9-4，郑伟腾加油，郑伟腾加油，9-4，10-4，第一时间到了。我第一次做哎哎，来第一次，你来做做看，我想刺激。各位想不想吃到正牌的石家鱼丸？想。想想，我们请石家妇女为大家示范一下。这个是什么呢？恰巴。这对骨肉。骨肉。骨头肉。对，大骨肉那个。大骨旁边的肉。一个骨头只有一块。真的吗？真的，你这样最好出的肉。最好出的肉。对。哇，稍微烫一下。这个已经煮熟了嘛？对，先用汤汁把那个肉烫过之后，对，啊，再这么多人呢，用菜。这个是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客制的，一碗三个，就是酱汁，哎，对，那一圈的酱汁一样，对，不一样。一碗有几颗鱼丸？三，一般我们卖几颗？一般是卖两，要卖两，卖两颗哦。对，加入了外卖的呢，对，还有外带的，一点点的胡椒，一点的香油，好，谢谢。300碗，一千盒就300碗。猜拳呢？你又忘记了，跟你说过几次？剪刀石头布，真的布。哎呀！我本来应该再剪刀的。哎呀，再剪刀的。哎呀，这鱼丸，这骨肉很特别。他说什么？香哦，骨头只有一颗。首先闻到的是胡椒香，但是应该骨头应该是胡椒香味吧？嗯。喝一口汤，我是超。哦，怎么样？这汤怎么样？大骨高汤，大骨高汤，甜。那个青葱汤，香。石家鱼丸，石家鱼丸。哦。哦。哦。这感觉上就是个鱼浆包的水饺。它们好有弹性，一样很有弹性的肉，一样有弹性，外面很有弹性，里面肉很有嚼劲，哦，好多汁哦。你看它那个肉的感觉，有肉，真恶心。那个鱼丸在跟你的牙齿对抗，这么弹，嗯，就这么结实的感觉。这个肉好嫩哦，对，很嫩哦。你看他说的那个大小，这没有切过吧？就是每一块骨头只有这样这么大，就这么大。有试过，就这样的。就这样，一切了两块。对。请问各位，石家鱼丸一天可以做出多少颗手工鱼丸？我们提供几个资料给大家。第一，每天制作鱼丸的时间是6个小时。制作鱼丸的工人至少都5个人同时在操作。第三个提示，10秒钟里面可以做4到5个，10秒钟做4到5个。我们优待各位的正负值，立新哥在的范围里面都算对。好，请转牌。真的假的？因为我是用他的一个5个人，然后6个小时，30个小时在算嘛。30个小时，然后变成再乘以60，是60分钟，然后再乘以秒，然后再除以10，大概是这个数。夏一老师，你差很多。2500个呢？因为我是怎么算的？10秒钟5个，5个人5×25个，10秒钟是25个。是的。10分钟是250个，10个小时是2500个。我已经算到十个。等一下，10秒钟是25个。对。10分钟是250个。250个。您的一分钟是？您都十进位了。是十进位了。您的哪一国时间？10分钟就是100秒的意思哦。10秒。没有，我说事是这样算的。你说一个人做6个小时包2500个，可能性还挺大的。你要说哦，我们5个人，那你看还乘以5个人，你算几个人的？当然，我跟你说，有做的，5个人在做的，5个人做的。我以为说做第一个小时2000个，做第二个小时有一个中风，第三个小时有人传染，2500，那应该1万2500了才对了。小时来不及，没关系，无所谓。无所谓。哎，各位听到声音没有？这不是石家鱼丸又来了，这是有人 bingo 的声音啊！完全答对了，到6层奖励。现场除了可以吃到石头伯为您现做的石头鱼丸之外，这一缸子，100个可以带回去，回家慢慢吃。小心脚，99个有一个掉了，掉了一个。请问石家手工鱼丸一天可以做出多少个鱼丸？正确答案是，请揭晓，石贝贝。
就到边啊。哎，王子，魏谦，魏谦啊！恭喜张涵予小姐，出列。很少看到有就是鱼丸汤里面还在加这些外面的料，这骨肉是另外加价的哦。哦，真的？它本来是，它是另外加价的骨肉，并不是每个人在碗里面都有。可是肉好嫩，好好吃哦。谢谢。因为那个肉其实取得不易，所以并不便宜。先喝汤。你先吃给他们看才行。哦，它的汤好鲜哦！你确定真的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吗？我们常常也会说，觉得好鲜哦。真的吗？汤喝完之后呢，吃到的骨肉，骨肉感觉是不是很奇妙？我一直没办法想象骨肉的感觉。你这个东西哦，就像我们卤蹄膀，卤那种8个小时的感觉。这么软嫩，很软，很软。哎，你这样讲起来有点像东坡肉。对，那么凶，怎么样？里头那个馅料，哎呦！你觉得没有办法相信，它虽然外面裹一层鱼浆，对不对？而且经过煮哦，里面的那个绞肉还是有它浓浓的味道，浓浓的香味。那是欧毛弟，对，欧毛弟。还是欧弟吧，欧弟吧。而且它那个肥瘦比例真的刚刚好。你知不知道？欧弟吧，吼，欧弟吧。所以起来太臭黑不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知道这个配方？为什么这个鱼丸会这么好吃？有原因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石头坡有一位贵人。阿姆光黑太太，哎，这里好吃啊，对，温太太，对，温太太，温太太够爹不？哦，够爹，锵锵锵锵。姚丑女士啊，对，姚丑，姚丑，哎呦，这老面的原料叫阮太太的产的。哎，伊当初给伊什么建议？本来这不包诶，我以为无包啦。哦，没有馅料，但是是就他建议说要加什么？日本鱼丸无包，你师傅端给你的时阵已经叫我吃。已经无包就叫我吃。已经叫我吃。就切了这。哦，到尾啊，佫想要加味的。啊，对，是安尼。结果你给伊建议加啥？加参鱼翅鲍鱼啊，鲍肉啦吼，啊，应该是有自己用手骨来剁，啊剁剁啊，买纸就来卡卡，啊来剁剁的吼，啊就去炒炒吼，啊参香菇咯，哎呦，葱啊，啊葱啊，啊就去打啦。哎，今麦有这会天天提完，你有甲伊说多少无？哇，你有刚刚甲伊讲我爱你无？爱到有啦。哎呀！阿母的金姐，金姐啊！金姐宝宝，哎，这边来，现在你，来看那个金姐好不好？这一集播出一定很多人会哭，看到这个画面。我们谢谢石头伯来到现场，谢谢谢谢石家鱼丸，谢谢老弟们。你吃过咸口味加了卤肉的冰淇淋吗？抓住入秋之后剩余的暑意，大口畅快的享用冰品吧！全能美食秀再一次为你整理报告大搜查。台湾本土的喜饼，那个大饼有没有？啊，里面的咸的那个饼，放在冰箱里面。对，因为它吃起来就是咸的，里面是卤肉嘛。真的？谁说吃冰不能吃饱呢？吃这个就吃饱了。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介绍过夏日冰品呢，特别大搜秘。是的，这个特别报道一推出以后呢，受到广泛的欢迎啊。虽然秋天我最喜欢的季节到了，但是呢，把握最后一个吃冰的机会，哎，收看我们的冰品 update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哟。update 哦，没错哦。入冬以前，我们给你最后的清凉大推荐，一起欣赏我们的全能美食 best of show。近年来，吃冰已不再是单纯的只是为了一时的清凉，它更是一种追求时尚流行的活动。而市面上的冰品种类八八块，每一年还不断的推陈出新。你想知道2003年该吃什么冰吗？最 fashion、最超值、今夏最后的清凉建议。2003年夏日奇冰特辑 Part Two。最硬的冰，台北吉林路上天下第一锅，以纯正港式口味的火锅料理在台北掀起一阵流行，而掌厨主事的宝师傅高超的厨艺跟他的造型一样齁塞
雷哦。师傅，你正在炒什么好料理啊？炒冰。哎，冰一般来说不都是用来搓的吗？怎么他会拿来炒呢？别急，让宝师傅秀给你看。今夏最硬的冰，也就是最时髦的冰品——鲜果炒冰。首先选用今年水果界的流行教主芒果来作为冰的主食材，加入了鲜奶油、奶水、糖，打成香醇浓的果汁之后，才进行炒冰的动作。而这个平锅就是炒冰的重要仪器咯，它可以瞬间变化温度，最高的温度可以到达200度，而最低的温度则可冻到-20度，厉害吧？将果汁倒入锅内，用锅铲不停地翻铲，直到果汁渐渐成为了冰沙状。再加入众多新鲜的水果丁，樱桃、草莓、奇异果，哇，简直是五彩缤纷的水果百汇嘛，好期待哦。放入所有的水果之后，将冰沙压平，不到10分钟，香满果粒的芒果泥冰沙急速冷冻成芒果冰块，然后如同进行激烈的板块运动，一整块芒果泥冰裂成一小片一小片，每一小片的芒果冰都镶有颜色鲜艳的水果丁，仿佛一个小小的调色盘。这就是最时髦而且果香四溢的鲜果炒冰。能够体验到激动的快感哦！这是我们上金钟的甜品，好吃哦！最油的冰，宜兰的美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在这里充满着古老风情和怀旧，让人忍不住的想要尝一尝传统的美味哦！老板，来碗卤肉饭。对不起，我没有卖卤肉饭。小米，我只有卖卤肉冰。卤肉冰？对，要不要尝看看？这种古早味的卤肉冰已经传承了30几年了呢。老板选用不带任何油脂的上等里脊肉，经过了切丝之后，开始加入了秘传的酱汁里面，慢慢的浸泡入味，一天之后就可以熬煮了。熬煮的时候一定要持续利用汤瓢漂去的它的杂质和浮油，这样子的卤肉冰吃起来才不会恶心又油腻的口感。最后再将完成的卤肉依序将肉和酱汁与老板自制的油松酥分批的倒入玉米浆里头，再用传统的制冰机持续低温给它搅拌15分钟，最油的冰就诞生了。绵密的口感还有阵阵的卤肉香味，在冰淇淋的软滑当中还吃得到一丝丝的卤肉，这种口感独特的风味你一定要来试试看哦。另外我们再推荐你两种新奇口味的冰品，有吃起来会呛呛辣辣的瓦萨米冰，还有酸酸甜甜还有茄红素的番茄冰，这两种口味也会让你充满了惊奇哟。古早的做法，创新的口味，让你的味觉有另一种新的享受。嗨不嗨？觉得光看那个卤肉冰，我就觉得好有食欲哦，就很想吃。像感觉好像那个什么泡泡冰有没有？等于花生大豆的那种感觉。原则上有点看好像。冰淇淋不行，吃咸的吧？冰淇淋好不好？冰不能吃咸的，是不是？我们现在请五位出列，我们吃吃看。本来呢，那老板叫了宅配送到我们烹饪来，但宅配呢送丢了。我们怀疑是宅配员自己吃掉了。所以呢，老板亲自骑了摩托车从宜兰市才送到棚里面来，真的。所以外面还是保鲜这个隔热的这个保温的这个保利龙，这个镜头。哎呦，好，试试感觉怎么样？经过这个小小浅尝的那个感觉，我第一口呢这样浅尝的时候，突然觉得很像
像花生冰舔下去，就是可能是因为视觉上你会觉得那个是花生，所以你会告诉大脑它是花生，它是花生，它是花生，然后你就觉得大概有点花生的感觉，可是最后它就是咸的，然后又有那个肉块的那个，就是有那个乳肉的味道，是咸的。然后是什么月饼是乳肉口味的？绿豆碰。啊，对，不是，你会觉得很像绿豆碰，因为绿豆碰也有油葱酥的关系，油葱酥，对对对，豆沙仁有没有？吃起来感觉好像绿豆碰，它里面好像有一种放那种肉松的一个感觉，肉松，发松，然后它有一点嚼劲，然后它并不是完全的那种，好像把肉松变成糊糊那种感觉，它把那个肉松哈，还有加一点一丝一丝的一小块肉丁一点点的小感觉，你看还会讲糊糊啊，会加给糊糊啊，来自于上海的夏老师。嗯，耐人寻味吧？油吗？好奇特，我觉得有点像上海那个葱油面的佐料的味儿。里面有葱头，当然。看微面的那种味道。我知道，知道吗？葱开微面，所以把想象成是一碗葱开微面，没有吃完放在冰冷冻里面冰拿回来。对，我就是要讲那个感觉，就这个味儿。口感不对吧？口感应该不是。葱开微面就这个味儿，真的好吃。对呀，今夏最奢侈的吃法。其实是好吃的，你这样说的很好，真的好好吃啊！我最能分辨什么是油，什么不油。我跟你讲，这个冰不油，郑国成油。我懂了，我觉得可能大家哦，对于那个就是咸，所以你会怕。我想它不是葱开微面放在冰箱里面，像是那个台湾本土的喜饼那个大饼有没有？啊，里面的咸的那个饼，放在冰箱里面，对，因为它吃起来就是咸的，里面是卤肉嘛。对，冰冰的，吃起来咸咸的，而且是真的很像那个订婚喜饼，订婚喜饼，霸饼啊，霸饼，对对对，放在冰冰的霸饼，然后就把它拿出来吃那种。我们是越讲画面越生动了，没有，对对对，真的。谁说吃冰不能吃饱呢？吃这个就吃饱了。一人吃一缸子应该会饱，更何况这个呢，还是它的主人翁。开的骑着摩托车从宜兰送过来的，光这一点我们要给他鼓励，没错，好不好？谢谢老板。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夏日骑兵特辑啊，还有别的兵让你大吃一惊。最奇怪的还有不止这个哦，不止这个，怎么样看？进行我们的啪。仙人掌餐厅要介绍您这一道最火的冰淇淋，指的并不是它的热门哦，而是这份冰淇淋真的能够见到火呢。哎，好奇了吧？来自于墨西哥正宗的甜品墨西哥油炸冰淇淋，要提供给您又烫又冰的双重口感。仔细看，您也可以自己完成这道甜品哦。首先选用自己最喜爱口味的冰淇淋，外表沾满了玉米脆片之后送到冰箱里面冷冻24小时，等到它完全冻住之后，接着再以面粉制皮将冻硬的冰淇淋包裹住，同样的再放进去冷冻库里面冷冻24小时，这个时候的冰淇淋球坚硬如石。接下来神奇的地方来咯，当大火热油加热到滚烫之际，就直接将它放进油锅里面。当整个面皮炸到呈现金黄色的时候，吼吼，就可以准备上桌啦！挤上些许的鲜奶油，撒上些许的彩色糖粒、樱桃、薄荷叶，吼吼，完成了这道外热内冷、冰火相融的墨西哥油炸冰淇淋啊！这样子的美味，就算冒着牙痛的可能，你也要尝一尝的啦。大口咬下之后，酥脆的饼皮还烫着嘴，冰淇淋的内馅竟然吐出了一团的冷气，安德烈，安德烈，一把一把！墨西哥油炸冰淇淋，你这辈子一定要尝一次的啦！墨西哥炸冰淇淋，赞！你能够想象臭豆腐、欧阿冰、榴莲包在一起油炸之后的独特口感吗？外皮酥热，内馅冰凉的绝妙搭配，你一定要亲自来尝一尝哦！超欧阿冰加上了
榴莲的泥，很香了，不敢吃了就榴莲水果。把榴莲泥交给我，酥脆的，那个口出哎，练，哇，我可以接受练。外面那个榴莲真的不臭了，冰是沙沙的，外面榴莲里面炸得脆脆的，中间连臭豆腐呢，有一种颗粒的那种口感。哎呀，介绍冰品的特辑，敢取名叫做夏日奇冰。那么不够新奇就不能列入我们的 best 行列喽。所以一听到台中又有怪冰出现，再忙也要抽空品尝。据说啊，怪冰出现的地点在台中大墩路，可是这里看起来不像卖冰的地方哎。哎，小谢，这里的臭豆腐不错哈，够香够酥脆吧？喂，这位中年发福的欧丽萨，叫你来找冰，你却在这里猛吃豆腐是怎样啊？啊，豆腐冰淇淋 ，Oh my god！ 老上海臭豆腐专卖店以多样化的臭豆腐料理闻名于台中，不管是清蒸或是酥炸，甚至是加入海鲜汁做成臭豆腐海鲜堡，每一道料理都让臭豆腐迷拍手叫好。受到鼓舞的刘老板就会大胆地推出臭豆腐冰淇淋，请勇敢的饕家们一起来试试吧！各位观众，马上为您制作史上最臭的冰——臭味香头。选用不加化学添加物、天然臭卤水浸泡过的豆腐，够臭。手工将豆腐捏碎，加入花生粉与奶精等香料，以及适量的面包屑，增加酥脆口感，更可以防止豆腐沫沾手。拌匀之后，进入包冰淇淋的步骤了。看到一颗颗硬邦邦的冰淇淋，紫色的芋头、土色的花生、黄色百香果等等各种口味。没错，这正是名震全台的超欧欧阿冰。所以哦，紧接着老板手这么一捏一搓，一捏一搓，完成了漂亮的球体。滚上酥炸粉，放入冷冻十个小时，才可以进行油炸。油炸之前裹上一层如面糊般的液体，这神秘的液体正是泰国水果之王榴莲。新鲜的金枕头榴莲打成汁，裹在臭豆腐冰淇淋的外层，成为名正言顺的臭味香头。以180度滚油酥炸2分半。一份2颗拳头大小、表面呈金黄色的冰淇淋，上桌前破成对半，淋上炼乳，加上巧克力糖米粒，哇，表皮的酥脆，臭豆腐、臭榴莲结合的香味飘散，冰淇淋还冒着冷气，喜欢吗？爸爸买给你哦。臭豆腐冰淇淋哦，是本店自创的，而且比较独特的产品，它是冰。冰淇淋外面包臭豆腐，然后用炸的，啊，吃起来哦，这是外面酥酥脆脆、热热的，然后里面有冰凉的感觉，这口感相当好。看到了，臭豆腐冰谁吃过？都没吃过。刚对那一段应该印象最深刻吧？但是臭豆腐应该很多人吃过。嗯哼。夏老师来自上海。上海。上海的臭豆腐跟台湾臭豆腐有什么不同？上海臭豆腐跟台湾不同的是，台湾的臭豆腐都白色的。它没黑色的，谁说的？没有啊，它蒸的有颜色稍微变一点，可是真正说炸的那个臭豆腐是黑色的，跟香港很像。这样，因此你们很难有谁有现在有期待想吃到臭豆腐冰的感觉？有谁？这爱丽丝表情好经典哦，表情什么表情？没有，因为我来这里之前，我今天很喜欢吃冰淇淋。我们今天怪的东西都出现了，因为我觉得冰淇淋就是甜，越甜越好。如果我告诉你是哈根达斯的臭豆腐冰淇淋的话，你吃不吃呢？试试看。What about that？ 以他的个性，所以抛开瓶那个品牌的概念嘛，对不对？人都有瓶颈嘛，我们突破它嘛。是不是这样子？突破它嘛。为什么他其实很难过？因为他很怕臭豆腐，尤其是清蒸的。他还吃过炸的，清蒸他会崩溃。他是会夺门而出的，而且不跟你们在一起，甚至他会讨厌酷爱吃清蒸臭豆腐的人。
最爱吃，还有榴莲也是我最爱吃，所以这道我一定要吃。所以今天是唯一特别期待那个臭味相投冰淇淋的，对不对？因为都没猜着嘛，我就吃最后这个臭的嘛。好，好，现在我们的冰淇淋的美味料理人，臭味料理人，老上海臭豆腐专卖店的老板刘敏南先生，欢迎他。欢迎。我是听说这样冰淇淋啊，曾经还发明过其他种类的。之前我们还发明这个粽子臭豆腐，就是用粽子，哎，粽子臭豆腐，这是粽子臭豆腐，对，把臭豆腐包在粽子里面，对，臭豆腐槟榔。臭豆腐槟榔是把那个小黄瓜先腌过，然后把那个肉切成剩下三分之一，那包起来这是跟那个槟榔很相似，就是用小黄瓜代替槟榔的样子。对，还有臭豆腐香肠，臭豆腐香肠，还有臭豆腐小丸子，臭豆腐冰淇淋推出到现在，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怎么样？有人先客人不是他点的这个东西，那吃一口就马上放掉，他就结账就走了。不到15分钟啊，来包了5份回去。啊！我觉得我也想到为什么，你继续讲。想拿回去害人，他有5个仇人。想害人，对了，这一次，你们好坏。你们说吧，现在一个心理大师好不好？对了，这就当做 sample。超火滑冰，加上了榴莲的泥，榴莲泥啊，哎，榴莲泥会不会臭？榴莲泥菜很香了，不管吃了就榴莲水果。把榴莲泥交给我。榴莲泥臭，这要炸多久？180度的话，差不多2分半左右。好，来炸好了，揭开了，酥脆的臭豆腐包蛙冰，相当的抖腿。后面浇的是炼乳，哎，炼乳，哇，我可以接受炼乳。也算是一个非常痴迷的足臭之夫啊，给你试试。来，现在由主持人为您试试剪刀石头布。我就知道他会出。姐，不错，真的不错。我要去，你真是够了你。他一直以为我会去剪刀。不要去。敬业乐群乐善好施，造福乡里和。你们看，他这就是做那个脸，为民除害。我以为他样子，开心的。真是够了。你超乎你想象，我们不说过吗？你不说不好吃的东西不会上我们节目啊。艾利克斯，到了 try 了。干嘛？不打破你的想象，好不好？待会儿外面那个榴莲真的不臭了，那个榴莲的味道，现在炸过了之后，可是有那个臭豆腐的味道吗 ？No， 一点都没有。我现在知道了，那个臭豆腐为什么它是剥碎，对不对？裹在外面的。先有煮过，先煮过，所以呢，臭味稀释掉。冰臭豆腐，冰是沙沙的，外面榴莲泥呢炸得脆脆的，中间那层臭豆腐呢有一种颗粒的那种口感。像软的那种花生泥一样。请问题目是老上海臭豆腐专卖店里面的一份臭味相投冰淇淋，一份多少钱？提示一，一份价格不会超过100块钱。提示二，店内一份清蒸臭豆腐60块，酥炸臭豆腐35块，我们优待正负值5块，请公布答案。来。因为他那个订清蒸豆腐的话是2块，他要60。炸的是35，那它这个工序，你看看，它要经过10个小时的冰。再一个，榴莲并不便宜哦。因为我经常吃榴莲，我想说把榴莲制作成那个浆，然后再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值这个钱。100块以内嘛，对不对？刚另外盘60，就差多一点点嘛，冰淇淋贵一点点，加一个15块，就75，这这么简单。这是什么声音？有人 bingo， 有人完全答对，猜对的，对不对？可以吃到现炸的臭味相投，冰狗的那个人可以品尝到老板的另外一道独门料理——上海清蒸臭豆腐臭味相投冰淇淋，在刘老板的店里面卖多少钱？请公布正确答案。臭味相投冰淇淋的平民价格，广告之后立刻揭晓。
75块。我们现在请冰果的艾利克斯先我们品尝一下清蒸臭豆腐的这个好美好美好滋味。你冰果啊，所以你吃一个带一个好不好？你都吃完的话，我们怕没那么多时间。凉了。另外一个带就给 Jackie 吃。这是辣油是不是？是辣油，有点辣，蛮喜欢的。喜欢吗？臭豆腐一定要有辣才好吃。嗯，这个好，这个好。这个豆腐你开心吗？这个开心啊。好，谢谢谢了。那只是不太吃。好吃哦。嗯，这我最爱，爽不爽口？而且当然爽，我觉得像吃水果，又像吃，像吃水果冰，有点像吃水果。当然爽口，当然爽。哎呀，对，你要多吃一点那个表情出来才能拍广告啊。怎么样？这个皮啊，有点我们早每次的早餐的 pancake 可以吗？那种粉。哦 ，pancake 那种粉，然后再加上那个榴莲的味道，然后炸起来有一点，它应该有一些松粉的那种感觉。榴莲汁里面有掺其他的东西在里面，有粉，对，我会做菜，我不骗你。什么时候说过你骗我？如果真的很害怕吃臭豆腐的人，其实真的不用担心，因为其实它已经盖过那个臭豆腐的味道，完全没有臭豆腐的味道。而且呢，其实有那个榴莲味，你就是你在品尝前，你就已经闻到那个榴莲味，可是那榴莲味不是臭的，你会觉得哎香香的感觉。好，怎么样，艾利克斯？他都已经过来了。太喜欢吃臭豆腐，全部人 you gotta try it， 吃成这个超级的美味的感觉，你怎么样也要试一试啊！超乎你的想象，你放心，你真的不出臭豆腐。说话。Now you feel different。哎呀 ，You change your mind, baby. You see, baby. 完全没有臭豆腐。对吧 ？See? I told you.